顾廷琛，你从哪儿伪造的报告？顾廷琛，苏怡在车祸时就已经断气了，是苏小月，是她故意隐瞒了医院督检的事实，你还敢污蔑我？廷琛哥，他被扔进河里都没死，今天还能跑到这里来污蔑我，这一定是有人在帮他呀，说不定是他在外面的哪个奸夫吧。 韩初玉，顾廷琛，报告你不相信，那你母亲贴身佣人的话，你该信了吧？少爷，我发现吴妈想要偷偷出省，是因为她撞破了苏小月给苏姨下毒的事实，她怕被灭口，才想逃走的。是真的吗？吴妈，你可不能昧着良心污蔑我呀！ 不是苏小姐，是少夫人，是韩淑玉给老夫人下毒，还想嫁祸给苏小姐。你胡说！为什么？你明明说是苏小月的，你为什么？韩小姐，老夫人对我极好，我不能为了钱替你瞒着。为什么要诬陷我？够了！顾廷琛，我就不该放过你。跪下！顾廷琛，我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。 我们之间是不是真的有很多误会？我是认真想过和你重新开始，但是现在我知道了，你从来就没有骗过。你不跪是吧？我有的是办法。哎，你觉得是石头硬，还是你的嘴硬？啊、认不认罪？ 认不认对你来说有区别吗？那你就在这跪着，给我把磕头认罪，让他跪满7天7夜，不准给他吃的，也不准让他睡觉。顾廷琛，总有一天你会后悔这么对我。你这个疯女人，还敢威胁廷琛哥！ 现在就杀了你！我信。可是顾廷琛，如果我死了，你会难过吗？你害死了我妈，死了也是活该。顾廷琛！ 如果你非要认为是我害死了苏云，我无话可说。我只希望你记住今天，天哥。死了姑姑就应该偿命。